我们就在另外租一个电视台，短短的给大家看。看什么了？啊？看什么了？你说什么看什么？对啊，那为什么要剪接？因为有一些东西会觉得空档，不会，我们不喜欢这种。我们现在很不自在。我们一直觉得好小孩耶，我们现在就是没办法。我看真的很小，真的真的。好来，从小就是优秀，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。时间跟习惯对，然后就。